啊，生气了吗？啊，哎，那他们点的啦，我还要看是谁点。我红包抽了不好听，哎呦，就很气的呢，阿奶要做好，要吗？啊，不用啦，是梦大爷对啊，好了。阿刘怕了不好听，我包了怕了好听，实在是就很气啊，没关系啦，吼，他赚钱也辛苦啦，不要一次没关系，不用包红包，不过五喜靠后了吼，老师。去了嘛 ，C sharp， 对啊，有点歌就我会了，我就尽量为你安排了。这首歌现在来自大马范俊甫老师所创作的一首歌曲，这首《神奇的马》，祝福大家在马年你们也一马当先，马到成功，欢乐！谢谢你们鼓励的掌声。